睡前半小时你们都会干什么？记录彤彤沉浸式晚间日常。现在是8:35，我一般就是9点睡觉。心爱的小麻薯钻石画还没做完，妈妈说今天只能做10分钟，担心眼睛会累。小麻薯的小裙子粘好了，下周有合唱比赛，自己学习一会。还有10分钟就9点了，准备洗漱了。晚上一定要认真刷牙，预防蛀牙。彤彤心爱的兔兔手工香皂，有淡淡的香味。妈妈说洗脸一定要轻柔，要用小孩子统一的方法擦面霜。然后是润唇膏，厚厚的涂上一层，第二天整天都会润润的。还有西瓜红、中国红，礼盒装很漂亮。自己收拾一下小床，准备睡觉了。晚安。